时刻准备，天天相伴，邀您尝遍美食，享受健康生活。感谢您收看本期时刻准备节目，也欢迎您到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关注看苏州，收看同步直播。首先进入今天的美味搜索，了解一下餐饮市场的最新资讯。还有不到一个月呢就要过年了，大家伙呢都开始备年货了。咱老苏州啊，挑年货卤菜呢是不可或缺的。老鹿稿最近推出的熬鹅呢就很受大伙的欢迎。熬好的整鹅呢是香味四溢，鹅肉呢是软而不烂，让人是垂涎欲滴。餐桌上的一道苏式卤味，自然离不开老鹿稿的熬鹅啦。选用隔年的太湖老鹅，入秋后老鹅肉质既保持新鹅的滑嫩，又有着纤维感。制作时，老鹿稿的大师傅要用上十几种的滋补型辅料香料，腌制提香几小时后放入炉筒烧制，加入姜黄天然上色。经过长时间的熬煮，让老卤与香料都渗透到鹅肉本身，充分吸收着食材功效。吃到嘴巴里，好回味啊。老鹿稿的熬鹅咸中带甜，香味四溢，口感鲜香嫩，富有嚼劲儿。新近上市的时令鲜味，喜欢的朋友都可以去老鹿稿各大门店尝尝鲜咯。人说啊，苏州呢有两个糯，一个呢是吴侬软语，另一个就是苏式糕团，香糯美味。而每逢新春佳节，糕团的销路呢更是紧俏，各大老字号的糕团店门口都排起了长龙，大家呢都图个吉祥的口彩，在这传统糯米食材当中呢寻找那一份年味。辞旧迎新春节到，黄天元的四大名旦总是市民们所津津乐道的必备年货之一了。为了迎接200周年庆，眼下黄天元冠前总店拆除重造之中，而市民购买现在可以到临近200米左右的宫巷与太监弄交叉口黄天元的销售点。年前来买糕团的客人已经是络绎不绝了。过年的时候主要买哪些啊？主要买糖年糕、鸡油年糕、八宝饭的。觉得从小就吃，一直喜欢这个味道，我就喜欢那种红红绿绿的，比较有喜庆的感觉。因为今年过年比较早，因为我们都是纯手工制作，就是让老百姓尝到我们地道的苏州味道。于是啊，这苏州人的年味儿就从黄天元的甜甜蜜蜜、高高兴兴开始了。我现在呢是来到了黄天元的糕点制作间啊，看到身后热气腾腾的感觉啊，真的是年已经近了，好像能感觉到就是一家人团圆坐在一起吃团圆饭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从米变成糕点的一个奇妙的过程。来自太湖的糯米与精米特别适合制作年糕，黄天元依旧采用百年来的传统工艺，用大木桶一层层糯米精米混合的米粉铺上去，又醒又蒸。制作糖年糕时切块更小，不加猪油，伴随的另是桂花的芳香。而自蒸的精米加糖加油后拌匀，选用本地大红袍的红豆做成的豆沙，经过八种食材的齐聚碰撞，色彩口感的多层次混合，成就了一份份热卖的黄天元八宝饭。黄天元把苏州人过年必备的糕团整合在了一起，做成了四大名旦。除了糖年糕、八宝饭，还有着猪油年糕和小圆子。因为讲究好食材，所以口感好。每当四大名旦的推出，那么也就寓意着我们新年就越来越近了。那么四大名旦寓意着什么呢？就年糕呢是高高兴兴啊，八宝饭呢就是它是甜甜蜜蜜啊，团团圆圆小圆子啊，特别像我们年初一有高汤圆子啊，把我们的桂花糖年糕切成丁啊，放入桂花和小圆子下啊，也是高高兴甜甜蜜蜜。除了传统的四大名旦，今年黄天元为苏州市民带来了新的亮点，更接地气、更符合现代人口味的小品种，也是正式的推向了市场。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都逐步往小型化和精细化在发展，是吧？哎，包括这个寿糕现在因为我中国也在逐步进入那个老龄化社会，是吧？现在做寿的人也非常多，他们也根据我们也根据需求呢推出了专门寿做寿用的寿糕包括这些黄色的是南瓜味的，是吧？这个是紫薯味的这个呢可以单买也可以组合，根据客人的不同的要求，我们去做一些组合。人们把好彩头融入了手工制作的糕团中，化成了舌尖上的甜蜜诺言，那种味道与口感世代相传，成为苏州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元素了。同样也在这传统的黄天元糯米食材中寻找到了那一份熟悉的年味儿。
好，让我们休息一下，更多美食尽在时刻准备，稍后节目更加精彩。好德赖年夜饭升级上市了，价廉物美，品种多。看着那个年味，真好。苏州人都爱吃的菜包子，仅藏在一家面馆里，满好格包子，小时候的味道。活鱼现做，色香味美，细嫩爽口，久吃不腻。有家酸菜鱼，有家的温馨，有家的味道。百年情怀钱万兴，一面匠心万兴宴，百年老店钱万兴，地址塔园路金山路口，预订电话6805-0888。十二饭点甄选川菜经典，匠心打造花园环境，招牌青花椒鱼一年卖出32万份。在苏州吃川菜就到十二饭点。道道菜品是细致的传承，也是创新的开始。鹤园茶楼还原老苏州的本味，重现小时候的味道。欢迎回来，时刻准备，天天相伴，邀您尝遍美食，享受健康生活。您还可以下载关注看苏州，观看同步直播。天气呢是越来越冷了，据说呢马上就要0度以下了，特别需要一些暖身暖心的热饮，健康呢又美味的豆浆就是不错的选择。当然啊，单单是豆浆呢可不够，豆浆搭配上各色的口味，会吃出很多的惊喜哦。喜欢你，稀饭你，这两天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就感觉新年是越来越近了。那今天呢，我们粉丝大大给我推荐了一家店啊，说是在这里可以体验到潮汕人的年味儿。洁净的小店里到处都是潮汕元素，几十种潮汕美食让人挑花眼。不过老板拿出的最年味，潮汕人的年味儿好接地气哦，就拿了根山药来。不对不对，这个不是山药哦，这个是我们那个潮汕的特有的一个姜属。形状似老姜，表皮似山药，这其貌不扬的姜属可是潮汕人的宝贝。姜属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营养相当的丰富，而且有温肺益肝养颜等功效。因为我们过年每逢过年的话都是有喝这个芋圆那个姜属汤，其他地方都没有。我真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姜属对种植环境的要求比普通的作物要高得多，最好是在有山泉的区域种植，土质也非常重要，白沙土种出来的姜属品质更好。它的颜色比山药的感觉更粉嫩一些。把爆成薄片的姜属放入豆浆当中一起烧热，简单调味以后就是一碗象征着吉祥幸福的姜属豆浆啦。这个勺子拿起来的一瞬间就知道它真的是自己磨出来的豆浆，看那上面一层就直接煎开了一层豆皮一样，绵软丝滑的感觉。它虽然是那种薄薄的一片，但是你烧熟了以后吃到嘴里会觉得它瞬间是胀发了变厚了的感觉，然后外面有一层就是厚厚的黏黏的那种，就是像胶原蛋白胶质的那种质地，连带着浓香的豆浆也都变得丝滑起来。当然要说到潮汕美食，一定少不了肠粉，磨成糊状的米浆均匀的铺开，鸡蛋拌上，豆芽、香菇、肉末、肉饼条、生菜蒸熟之后包裹到一起，淋上卤汁，简单又美味的肠粉就完成啦。薄薄就是那种面皮啊，它是那种比较有弹性的那个面皮的感觉，然后里面又有绿豆芽的那种爽脆感，就是加上那种滑滑的，加上爽脆，然后各种鲜味融合在一起。吃完肠粉，咱们西西妹子又找到了一个很眼熟的食物。我们潮汕的话叫虾枣，大成的都是虾的，丸子会弹一点，有点弹性，但是枣的话它没有弹性嘛。同样是虾肉和面粉的融合，虾枣却没有弹性，到底吃起来啥味呢？它跟虾滑、虾丸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就你能吃到里面就真材实料的那个虾肉，也是看得非常清晰的，但是它并不是有那种 Q 弹的感觉，它反而是里面虾肉是非常嫩的，外酥里嫩。说到巧克力啊，很多人都爱吃，香甜可口，就是能量比较高，很多爱美的女孩呢都不敢多吃。不过啊，现在呢有一种巧克力特别受欢迎，据说吃不胖。吃巧克力就等于不健康，这样的等式开始在消费者心中动摇。最新发布的2019年线上甜食消费趋势显示，
九五后消费者对黑巧克力情有独钟，其中70%以上可可浓度的黑巧销售占比近70%，80%至90%浓度的产品也连续2年份额大涨，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看好高浓黑巧市场。像牛奶一样丝般顺滑是我们从小吃巧克力被种下的宣传语，不过现在呢，有越来越多的巧克力品牌开始在这个可可浓度上做文章。就以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超市的巧克力货架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它每一层呢都摆放着黑巧克力，甚至啊最上面一排放的都是高浓度的黑巧克力。那这些产品呢都是在包装上用非常醒目的数字标明了它的可可浓度，基本上每一款呢都是在70%以上，有的甚至还有99%可可浓度的黑巧克力。我们也比较了它的营养成分表，那可以看到像是这种99%可可浓度的黑巧克力呢，它的能量、蛋白质、脂肪都要比普通的巧克力要高，但是啊由于没有添加白砂糖，所以在碳水化合物这一块呢含量是比较低的。其实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追求健康的年轻人开始对这种高浓度的黑巧克力感兴趣？这种含量比较高的就味道比较苦，所以不是很适应，就是老人和小孩，是年轻人比较多，是这边健身完啊过来之后，然后可能买了作为能量棒来使用。高浓度黑巧克力口感苦涩，有的还能尝出可可豆的酸涩感，但是他们自带低糖甚至无糖标签，对于追求控糖饮食的年轻消费者而言自然更合胃口。不过千万不要因为黑巧克力不太甜就觉得它们更适合减肥，由于提高了可可脂的含量，高浓度黑巧依然是能量炸弹，在正常膳食的基础上摄入过多依然会导致肥胖。爱美食爱生活，无论你是素人还是大厨，只要会做美食就能大胆秀出来，一起来看看今天主持人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美味吧。欢迎来到今天我掌勺，今天主人公呢就是我身边的王真。哈喽，你好。你好。哎，王真大哥，今天要做怎样一道美味呢？我今天做的菜很简单，嗯，名字很好听，叫做明月白玉。明月白玉，好有诗意的一道菜啊，我们来期待一下看看是怎么做的。看看原材料，就两个豆腐和咸鸭蛋。首先用刀沿着豆腐包装的边缘划开，倒扣出一整块完整的豆腐，然后切成大小相似的方块。一般来说我们就是用那种内酯豆腐或者是嫩一点的豆腐，嗯，而不选择用那种很老的老豆腐。老豆腐不是吸汤汁很厉害吗？感觉很入味。老豆腐的话，一般说我们是比如说吃火锅的时候用老豆腐，嗯，或者说是烧家常豆腐，是油煎一下再烧，嗯，这才去老豆腐。但是老豆腐相比嫩豆腐来说，它的颗粒比较粗，嗯，口感没那么细腻。如果怕操作起来不方便，可以选择中豆腐哦。用一个小圆勺在豆腐的中间挖一个浅浅的凹坑。接着我们处理咸鸭蛋，分离蛋黄和蛋清，剩余的蛋清不要扔掉，它还有神秘任务。我们将蛋黄一颗一颗地放在豆腐坑上，乍一看好似璀璨的红宝石哦。好了，将豆腐咸鸭蛋上锅蒸，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哇，都泛成可爱的橘红色了。对，蛋黄熟了，嗯，大概而且会有些汤汁出来啊。对，另起一锅，将咸鸭蛋豆腐的汤汁倒入锅中，这时我们的蛋清就要出场了，取1/3倒入，加入水淀粉使之更加浓稠，关火，零星的点缀在豆腐表面。我知道这个蛋清的感觉了，因为这道菜叫明月白玉嘛。对，它这个蛋清上去很像那个白云朵朵。是的，是不是云朵的感觉，起到这个效果。好，赶紧尝一尝这富有诗意的菜品吧。是一道非常清淡素雅的一道菜，因为嫩豆腐呢，它就是首先入口呢是那种滑滑嫩嫩的，味道呢就是清清淡淡的，不像老豆腐会有吸很多味道进去。但是啊，当我吃到这个蛋黄之后，我就知道了，所有的味道都凝聚在这颗蛋黄里了。它那个蛋黄是咸度刚刚好，就是不会咸到苏州话的水子干太嗨。然后咸蛋黄烧过之后呢，它的质感是那种沙沙的质感，跟那个外边软软滑滑豆腐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感，对不对？所以它口感层次来说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到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关注看苏州 APP 参与互动评论，更多精彩内容尽在看苏州。感谢收看本期节目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